中国朋友。做个朋友就这样。你给我听话，我现在祝福你啊，如意不如意吉祥，唔知咩身体健康，唔知咩万事如意，出入平安，出入平安。直接到最后一句了。我天，你一遍我美。加到了，你给我听好喽。我祝福你，祝福你，鱼一个成，交个鱼一，交个朋友，交个朋友，就这样。这我待会儿我也这么弄，佳辉老师吗？对对对对对。佳辉哥完全在状况外啊！刘耀文要有信念感，赵英慈怎么做的你也怎么做，你要相信他。加油，刘耀文！对不起啊，老师，对不起啊，老师。哎呀，老师还没接受过来。雷哥，我听好了，我祝福雷，做个朋友，嗯，就这样。完了完了，越来越少了，没了。你要不要给佳辉老师拜个年？啊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是拜年，不是祝寿。是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四季平安。我真的只能说这么多了，我真不知道要干嘛。好，时间到。太难了，输定了。辉哥心里已经有了很笃定的答案了吧？没有，但是我真的好像听过哎，一堆呀。我刚才听的时候就还感觉很奇怪，因为那个词呢，那个词啊，我也以前好像讲过的。但是也是捏着嘴巴讲的嘛。哦。哎，我回想一下，怎么就那么熟呢？我祝福雷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我问你，好嘢做咩啊？好，我再给你一个祝福语。我祝你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一见发财，就是这样，如果这样，我们就下一个，走一个，我想一下，我想再加一个，出入平安。牛牛牛！恭喜梁家辉老师答对了11个字。